嗨，大家好，我创哥，今天又回菊河了啊。主要是今天是外婆的生日，然后我和妈还有我爸啊，像我爸今天又专门请假的啊，在我丈母娘那里请了一天的假啊，然后回来吃个午饭啊，然后现在就我大爸，然后妈还有我爸啊，现在过去吃午饭，因为橘子要带两个小孩，因为甜甜在读书啊。所以说就没有回来，就我们几个去啊，现在就出发了。因为每年这个时候，像我就我妈他们在家里面，就我妈去给我外婆还有我舅啊，幺舅大舅给他过个生日啊，像我二姨大姨他们都在外省嘛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在家里面能去的啊，现在都去啊，因为外婆那么大岁数了，毕竟过一年少一年嘛，现在我们就出发了。是感冒过了。就这个嘛，好干哦！你看啊，这个都要扎的，已经高度了，宝贝。哎呀，吃包谷了，完全都不得行。那早点点，好。到了，再来冷锅嘛。哎，我的大佬种起的了嘛。哎，这个做的好嘞。哎，我们那又吃不到那么多。哼。你的冷锅好。那么你们带啥？你也带冷锅啊？我点的包谷给舅舅。哎，包谷也吃啊？打了还打了都没吃。哎，打了还不能吃。左一个的右一个。哎，现在去看一下外婆啊，妈也好久没回来了啊。过多月了吧？主要是像以前妈有时就过来啊，主要现在在带小孩了就。回来的时间就少了，一个星期每个星期回来才过来看。现在主要是天天星期六星期天他也学兴趣班啊。哎呀，也走不脱的。嗯。妈，那个有没有？哪个有我们？等没到？吃饭没啊？吃饭没？吃没进？够没进？你在等我啦？啊？你们家里头有点吗？哎，我买来加点面包，是吧？这个面包很好吃的，一家人的，我老公一家人的，我吃包子。哦，你喜欢吃包子啊？吃包子还让你珍惜一下。哎，你莫讲起，我的跟我今早请我给我买点包子回来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这就想起他家吃包子那个。无奈才，只能下次买。给我买，另外去给你买点趴的，好吗？我有点。哎，对吧？买点那趴的，就是你要趴吃不吃呀？你能吃不吃啊？啊，来，我给你称称吃，这个又不甜又不酸，那个才是真正的鲜面。这个也大得到伯伯嘛，那你吃点。现在妈虽然现在当婆婆了啊，但是在她的妈的面前，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啊。现在，真的，这种就是一个，怎么，这是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啊。我拿你上去，搞搞厨房。哎，搞厨，搞厨房，我把家里穿起来。今天很热，很热，还穿夹克。有的，他们出来不听，就是嘛，我拿你出来，吃饭饭下来，你要找个睡个房。啊，走来嘞，走来嘞。我大爷那个，我大爷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还帮他煮饭。听我们的三香鸡，我都蒸那个的，蒸生熟不的，买了。哦，有的鸡，哎，都有那么多菜。这个鸡，今天不是卖的嘛？哦，要的要的。要来只零三香鸡，你要像我蒸，把它蒸出来，晓得不？哎，不要，哎，你还买？我那中午煮的鱼，一边还有肉边吃，馍馍。哎，肉边吃，哎，我都是妈吃豆腐加的肉面，哎。到时候要蒸起来，你要香一下哈。零三香鸡，那这么轻，哦哟。啊。颜色看起来舒服啊。好香，嗯，哎呀，油都倒不出来了，把汤再倒进去啊。姐，姐回来了。姐回来。哎，姐姐。哎，来。是帅哥好多了来了。是嘛，他工资少好多。你跟我说，真的帅哥，你要他好多了。是吧？帅的好多，帅好多。重新飞越以前的颜值巅峰啊！这是你前两三年开的衣裳，确实随便呀，好要那个些啊，生活的多。没得好多，怎么没炒几个菜？
豆腐。这个妈吃得到没有？这个妈，这个你的，不要你那个你的生外甥媳妇的妈，看着老婆给你看起叫你叫得动，今天你的生多吃点那个好吃。吃饭了啊！来来来，